由香港的游戏制作人 Ryan Daniel 所独立开发的 Bounding Pig 游戏内容可爱又简单，玩家要让小猪避开各种障碍物，抵达另一边的平台即可过关。记得千万别为了贪图硬币而冒险，撞到障碍物扣个血还算好，要是掉落到地面的话，可就直接 GG 咯。每次开始只能够接关一次，接关时可以选择消耗硬币或是看广告。如果还是手残 GG 了，那就只能够乖乖从头再来咯。要是真心不想从头开始的话也没关系，可以点选 map 消耗硬币，或看个广告影片，就可以选择从失败的关卡重新挑战咯。而游戏内所收集到的硬币，除了用来接关之外，也可以拿来帮小猪变换造型哦。更换造型之后，是不是变得超可爱的呢？